心好静而欲迁之，常能遣其欲而心至静，成其心而神至清，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唯心未成，欲未遣也。能遣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；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既无，唯见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，所空即无，无无亦无，无无即无，湛然常寂，寂无所寂。欲岂能生？欲既不生，即是真境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得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净矣。如此清净，见入真道，即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，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太上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德不德，下德执德。执着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唯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惊其神；即惊其神，即着万物；即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；即生贪求，即是烦恼；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遭着入流浪生死，常沉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自得，得悟道者常清净矣。太上清净经第二遍。老君曰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无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夫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。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，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。降本流末，而生万物。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基。人人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。夫人神好清，而心扰之；人心好静，而欲迁之。常能遣其欲，而心至静；成其心，而神自清。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唯心未成，欲未遣也。能遣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；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既无，唯见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，所空即无，无无亦无，无无即无，湛然常寂，寂无所寂。欲岂能生？欲既不生，即是真境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得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净矣。如此清净，见入真道，即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，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太上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德不德，下德执德。执着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
唯未有有妄忘心，心。既有妄心，即惊其神，既惊其神，即着万物，既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，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，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招着入，流浪生死，长城苦海，永失真道，真常之道，悟者至德，得悟道者，常清净矣。恭诵《弥勒救苦真经》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士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山胜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徐志点神兵，云雷震开悟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稳元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三前对合同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指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拴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增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不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，仅领三十六元将，五百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征武为将帅，亲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生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
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时叩，一叩，再叩，三叩，四叩，五叩，六叩，七叩，八叩，九叩，十叩首，恭诵《弥勒救苦真经》。佛说《弥勒救苦经》，弥勒下士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三前对合同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拴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士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锦领三十六元将，五百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征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羊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。
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十叩，一叩，再叩，三叩，四叩，五叩，六叩，七叩，八叩，九叩，十叩首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的姓名。弟子姓氏钟美惠，姓女荣佩瑜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。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。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慧菩萨，月慧菩萨，慈悲作主，慈悲作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国泰民安，四所至道，四所至道，圣慈昭阁采纳，圣慈昭阁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感恩各位前贤后学，今天导读到此。那各位点传师，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谢谢美慧前贤今天为我们导读。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嗯，很优秀的前辈们，晚安，晚安。哦，做讲师啊，晚安。组长，晚安了，感恩哦。感恩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。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证，各位副领证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副领证晚安。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辈们，连前线了、啊，王前线了、啊，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